这个月五星好评最多的员工会加薪，都好了啊！省钱工作再努力，但涨工资肯定没戏。我看也是。喂，外卖到，外卖放门。啊！电脑怎么又坏了？小温，别别慌，全新型超智能电脑。你好厉害呀！我要给好评。这就赢了，这也太值了，我要给好评。哎呦，不行了，年纪大了。我感觉我年轻了20岁，我要给你好评。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可是我飞机刚上。吃饭要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我吃好了。记得五星好评，老板，这下我可以涨薪了吧？涨薪？开会的时候说过的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只是为了激励你们好好干活而已。你不会真以为我能给你一个送外卖的涨薪吧？你看，我就说吧，就是还想涨薪，笑死人了。你太过分了，我不干了。他怎么把公司开到我们对面去了？